Thank you.
Jangan lupa like, share, dan subscribe.
Thank you.
Oh,
Thank you.
如果你攻击那谁用手机来你一定有问题，攻击谁用手机来是否主力一样攻击外的就保护主人无论是看不出来你我是赢或者没听话你在不行其实你不是有攻击的你看一波让我们讲那个懂事是吗不是那样，一点波一走，就变成公子哥。一点波，就是你的公子哥。我说不是，是你的公子哥。你出来不是，会变成无尽公子哥。你说不是，说这笔赏金就是多卖的多。你看，一点点无中波子，你两个什么意思？就等于把你那种一点波子，我那是公司使用不起来，这么说的话就不可行的，那怕破产的话，你都是地方不计算哦，加不起来，是不是这个推断不行？因为你们高管当我的兵，释放我的部队出来，那有些土地基本你要满足的是好的，多点的人打不进来，要推掉，攻击的进来肯定怎么样？你一定要说一点一点的说啊，我不，如果攻击的没有进来，你一定我们都是输的。地方不用主会的，主会不用主地方，不然那个国际的，只用世界的，你不能主会。这个我们就发现，一步一步，我们国际的态度是这样的，你要是不能主会，也不能不主会，主会，我们这这一方面。你看不看？看不看？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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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那你一心不乱的问题来，我就不做了。我相信，各有落来的，无按照妄想，无按照烦恼、贪嗔痴、无明烦恼起来的，自性来的，万法归，常住不消心，是的。不然一心不乱是真的。是两分不作无因啊，一心不乱就是恶。就那是讲，大世之菩萨观音的话。都是有跟念念相继的，一教也不两个同生无息，一心不乱心，纯念者。比如说一心当无因呢，空行行道的个，何以因可反？我希望出阿弥陀呢，出阿弥陀讲的大声听到呢，这涅槃经的这么说，家庭开来扩种啊，一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的功德呢，不足有人，情不足的，功德贵者不可告量。在在上了两分的功德，大大不可思议。佛陀甲布施呢，讲讲大王大王啊，哪像你国？Thank you.
Yeah.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
Thank you.
众生之流永永不绝。十世所在，佛上经典，佛自超脱成就。如果我们这样的恭敬跟西方表示下，这款的顺利，但多难得。我总是咱大家经常用讲，也会讲的不客气。所以曾经讲，乃至一小音，皆共成佛道。什么一小音呢？甚至是啊，这样讲太大了。你讲我是不是这样？那你一心不乱的问题来，不能不转啊！
我相信。搁有落来底，无按照梦想，无按照烦恼，贪嗔痴，无用烦恼骗来底。修行来底，万法不离，常住不了时，是呢。菩萨必须不落是真呢。两不不作为因啊，一心不乱就是恶。有那子讲，大善是菩萨万能真光，都是六根念念相继，一叫也不两个往生无心，一心不乱是真念真。比如讲，一心不乱为因啊，往生净土就是恶，何以因何为因？我希望这句阿弥陀呢。我们就讲的大家先听到呢，这涅槃经怎么说？家庭太大扩张啊，一个之中，我是一切众生所得的功德呢，不足有人，全不足的，功德贵贱不可告量。在在圣人念佛的功德大大不可数，佛陀讲波斯尼啊，大王大王啊。那咱就得够。
观世音菩萨，不看声色，不听音波，观世音菩萨，不看声色，不听音波，观世音菩萨，人这一念，能护受持音波，二十方高，观世音菩萨，当念是无尽心菩萨，即是真。